没有打算看电影，但是呢，因为工作结束，突然就是约了一个朋友家，而且这家是我平时就是我们经常点外卖的一家。今天突发奇想一下，来店里尝一尝，别管我了，我这个大素颜，反正这个眉毛也没画，现在就是一个等朋友到来和等上菜的一个大动作。哇哦，咱们现在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一下子变高级了许多，它不再存在外卖盒中，它现在在一个大大的缸里。秉着不浪费的精神，虽然说两个人点了两大份，没有想到这个分量这么大，但是呢，吃不完的一定会兜着走，吃不完的一定会打包带走。OK， 给大家表演一个吃脱壳小龙虾。不用包小龙虾的乐趣，谁懂？我懂。啊，就到时候可以泡点那个面，应该也行。非常好，这家店推荐大家来，或者点外卖也行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体验感更加丰富一点。拜拜。找了一家附近的店，然后呢吃了一顿这个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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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炖，就是那种东北铁锅炖的那种感觉。老北京四合院，哇，这个阳光洒下来刚刚好的感觉，而且整片好多。别，真不错，有一种就是那种旧时代，然后那种一大家子那种好几户，然后住在一个四合院，然后开饭的时候大家哎开饭啦吃饭啦那种时候，这个盖子现在又盖起来，里面真的是大乱炖。做好了的，蛮香的感觉。我吃了小豆，我拿了第一块，海带。只是去陪朋友拍视频，但
是024吧，买的就稍微打扮一下。最近那儿最近有那儿的展，所以刚好还没去过，所以今天也顺便去看一看，然后就小小打扮一下，这样也自己去拍几张照片。今天的穿搭呢，就是今天整了一个配套的丸子头，上面的那个时髦的时髦。Got you with me tonight.